大学生暑期打工的主要原因是？大学生暑假打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我答案是 B， 我会选增加社会经验。这么冠冕堂皇，要趁那个大学的暑假累积一些社会经验，这样出社会之后就可以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。我真的觉得太假掰了，现在年轻人就是想赚钱而已呀。你把年轻人看这么肤浅，我女儿就这么肤浅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